大家好，我是戴亮啊，我从澳门问候大家。我最近也是坐飞机从瑞士到香港啊，终于到了澳门，很长的时间在飞机啊。其实我也很喜欢来这里啊，这边啊，这个文化啊，这个澳门的文化我也特别喜欢啊，有葡萄牙的文化，也有中国的文化啊，融合在一起。这边也有很多朋友。那其实我明天和后天都会主持活动，都是关于世界城市品牌推介会啊，也会一起和很多人、很多专家谈这个旅游业啊，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啊。另外，我们也会分享大家的文化的一些终点啊。我是来自法国，但是在中国发展，所以有很多机会，有很多重点也可以和大家分享。所以这次来澳门也是很开心的事情啊，虽然我在这里会待的时间不长，因为我也很快就要回法国，但是我也很快再重新来中国，就是说8月份啊，重新去上海海口都会有演出啊。这次在澳门也很高兴啊，可以参加很多这种很有意思的讲座啊，都是关于旅游啊。还有庐山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庐山？庐山这个地区也特别棒啊，非常的美，很有文化的气息，所以我以后也想多多推广啊这个庐山到大家。其实这次在澳门也可以推广，可以介绍这个庐山的这个文化，庐山这个旅游地呢也是很荣幸的。好的，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无论是在这个平台或者所有在无论是国内或者国外的平台支持我的朋友们啊，非常感谢。我们无论什么地方啊，希望下次见，有机会交流，拜拜。